绍兴诸暨清悦城的三楼有一家美吉姆国际儿童教育中心。采访时，这家店的玻璃门已经锁上了，店里一片漆黑。周女士提供了一份课程销售协议，上面盖着诸暨美悦吉姆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的公章，部分手写的字已经有些淡了。协议上这张收据显示，钟女士在2020年9月21号交了23188元，买了192节早教课。因为当时候一个是快3周岁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刚刚怀孕4个月，那就想到两个孩子都要上早教，我就报了这么大的一个课。有效期应该没有的，有效期它是也可以延后的。大宝的话那时候每周是1到2节课，二宝呢因为他前期他不要上早教，也是从去年开始陆续来上的。大概爱宝的话上了大概30节课吧。周女士说，两个儿子主要上美术课、音乐课和运动课，她感觉效果还不错，也打算继续上下去。星期四上午他还正常营业的，8月1号那天，对，下午就开始没有人了，关店门了。我大概课程里面还剩50多节课吧，对应的话折算下来5000-6000肯定也有的。机构的玻璃门上贴了2份通知，其中一份的落款是美吉姆诸暨中心，时间是8月1号。通知中提到，今日临时停课，开课时间另行通知。上面还留了一个客服的微信号，一位家长提供了跟这位客服的聊天记录，对方回应，公司并没有跑路，已有专人在负责处理相关工作，大概周6就会有具体方案通知，到时会第一时间发布公告。这里提到的周6应该是指8月3号。玻璃门上还有另外一份通知，落款是诸暨清悦城。通知中提到，我司因商家拖欠租金等费用，依法解除与诸暨美悦吉姆托育有限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现场有家长提供了今年4月签订的课程销售协议，上面盖的是诸暨美悦吉姆托育有限公司的公章。公开信息显示，诸暨美悦吉姆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是诸暨美悦吉姆托育有限公司的曾用名，两家公司的联系电话打过去都是无人接听的状态。您好，您拨叫的用户。周6日门店里面有人会给我们一个准确的方案，但是实际上我们你看早上等到现在了，一个人都没有啊。周女士说，她手上没有店方负责人的电话，原先跟自己沟通的老师也联系不上了。目前家长群已经有288个人。群里有一份统计清单，里面罗列的剩余课程费用从几千块到1-2万不等。200万肯定是超出的，200万。就现在作为家长来讲，你们的想法和要求是什么？那不过来个实控人或者法人出面帮我们这个事解决一下，那是该退费还是给我们这个课程怎么安排？家长们提供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这家美吉姆的联系人，对方自称是专门为这家美吉姆处理闭店事宜的新员工。你就这么理解，我们是他的新员工来处理这个闭店的这些事情就可以了。你们不是职业闭店人吧？不是不是。那关于这些家长的要退还的课时费用怎么办呢？我们会把他转到其他机构去上课。转到哪些机构呢？目前我们方案还没有确定完，我们方案确定完会统一这个发给家长们。他坚持要求退还剩余课时费用，那怎么办呢？这个的话就需要家长走这个法律途径了。嗯，好，我这边尽快帮您反馈，但是具体回复需要等待中心指导您，这个我这边没有办法保证。记者陪着几位家长找到商场会员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不接受采访。在旁边一间会议室里，记者见到了刚才通电话的那名男子。就是他们同意我们接受采访，我们才能接受采访。我可以把情况谁的就委托方。你要不先给公司人打个电话。他之前是明确告诉我不接受采访。个人怎么接受他的委托？您误会，我们是劳务，就他跟我签一份劳务委托协议，然后我们一个月收个工资钱。他负责的善后就是说帮我们转机构。那你们同意吗？我们这边反正是宝妈们都不同意，因为我们希望就是退课，你要么继续给我们上课。关于双方这场纠纷，律师认为，自称处理闭店事宜的男子需要进一步向家长们证明自己的身份。如果说他自己说是自己受公司的委托，那么他应该出具相关的委托手续，最好是有书面的，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个依据。第二个，他必须要在委托里面有明确的授权范围，比如他能处理什么事情，有什么权限。如果说是你这个早教机构自己关门了或者停业了，那么家长就有权要求退钱，也可以选择转到另外一个教育机构。
那个选择权在家长这里。事后，周女士向记者反馈，那名男子给出了转到其他教育机构的解决方案，但周女士和不少家长都不同意。目前，家长们已经向诸暨市市场监管局反映情况。1818黄金眼记者邵鑫、诸暨报道。